谢谢你们收留我过中秋，我敬大家，祝大家中秋快乐。好，来，中秋快乐！来来来，我先不客气了，我先尝个香。小子，嗯，嫂子，我这么长时间没来，你手艺见长啊，哎，快赶上餐馆的大厨了。哦，是吗？这都是言樾做的。 哦，来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火候嘛，掌握的不错。<笑>尝尝。不错。<笑>没想到你这孩子厨艺还真是不错。<笑>年纪轻轻还真有一手。谢谢叔叔阿姨。我说然然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和你爸爸做几道拿手的好菜呀？我也不是不行。阿姨，我平时会给安然做饭的。啊？你们俩平时是住？哦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俩住得很近。嗯，臭丫头。叔叔阿姨，安然平时作息规律，勤劳工作，无不良嗜好，顶多。 不按时吃饭，不过我会竭尽全力照顾好他，让他改掉这个坏毛病的。也请两位放心，我会做好我分内的事。<笑>那然然可是有口福喽，啊！<笑>来，我们共同举杯，欢度佳节。好，来，来。 来来来，尝尝这个银鱼。哎呦，看这样子真是不错哎。银鱼，今天我也去你在这儿睡了啊。这钱我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是吗？香了。你在干嘛？趁你几岁的时候，好渴啊！太蠢了吧！给我，给我，你给我嘛！给我嘛！给我一张小时候照片吧。不要。 你凭什么？那你把你小时候照片给我，十张换一张。那我就跟叔叔阿姨要。你才不敢呢！你看偶像不敢的样子吗？哎呀，你别闹了，睡觉吧。嗯。其实我今天来。 是因为我太想你了，你想我吗？你胆子太大了。 行了，别送了。等会儿，哎，这是你妈做的肠，腌的咸鸭蛋。哎，叔叔啊，我来拿就好了。好，好，好。你们俩好好吃饭啊，辛苦言樾照顾我们家然然。哎，应该的。你也是啊，不要总熬夜，伤身体的。听到没？听到，听到。那叔叔阿姨，我们先走了。嗯，好。好。到了，来个电话啊。 哎，好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！好嘞。哎。假期怎么这么短啊？回你老家开车也就2个小时左右，你要想家了，我们可以随时来回。言樾，谢谢你啊。
拍的。节目组让我拍的，怎么样？这也太帅了吧！你以后走在街上会不会都被人认出来啊？哪有那么夸张啊？安然，安然，你快去看朋友圈。怎么了？胡英俊、白慕瑶，白慕瑶终于把他给拿下了。看来胡英俊那几天的拳没白练啊。胡英俊练拳？爱情的力量呗。走吧。人在你旁边呢，多好看。